小姐，你还着急嘞？你不用去补习吧？ 我哩查好，还是跟你查。妈妈，会得趁机去我去接帮我报名的。爸爸，你阿妈过生日，你咪去读咯。为什么？阿妈妈的婆婆人叫你去漳州铺咯。我唔啊，我去读册。 咱查某谈下这是袂用的嘞，去漳州铺咯。我唔啊，我去读。遐你去甲你阿爸讲，这是你阿爸决定啊。
吗？哎，公啊，哦，我来挂这部啊，包我吃啊。嗯，你挂这个包我吃。哎，打哎，没错，咱啊舞蹈团后面新啊发展无啊？有啊，会较袂用的嘛。哎，你几岁毕业做老师嘞？老师啊。嗯。苏晨啊，那厝啊，苏晨较阿济咯。哦，是啊。哎。应该袂吧，我包我都开店啊。但有包我虽然我停店，不过那底好少啦，事情非常多，讲白得去了。你来啦，别无闲啦，应该啊。有来想，有来想，然后到物件时候再去找你，好唔？哎，打打来厝啊，老杰，听了哦，你啊？我怎么是秘书啊？哦，你听哦。我真唔知阿伯成啊你，恁照计好嚟见人啊，叫佢拜拜，阿伯见翻成照办，阿成唔使成保庇啊，恁照计做啊，恁佮家己去听嚟听噶，阿伯成，我老人都拜成啊，成成唔成啊，成成先生我成都拜成啊你噶，阿志祥你个咩？你骗我老人，你骗我成你噶？你是想啊，阿成啊叫你保庇？宝啊！哦。宝啊！哇！你阿查咯？好啊！来，爸，吃掉。
爸爸。耶！妈妈给你报了名了，妈妈再去读书嘿。Thank you.